这个奖直接从正奖故意扭成反奖，所以它怪怪的。然后每一个奖通通都没对齐，所以飞起来也不 OK。但是这些都可以调整的。这个奖在网淘宝上面找不到反奖，135，13.5公分的奖，这个奖跟减速组，粘得很紧，完全拔不下来，用尖嘴钳也拔不下来，所以四个奖都是正奖，然后其中这一对奖故意把它扭成反奖，或者是正奖，对，我搞不清楚怎样。